嗨，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 Mizuno Wave Hirogami 这款鞋。那这款路跑鞋呢，其实它的设计可以从几个部分来看到它设计的一个特点。首先是它的鞋面呢，采用一个大范围透气型的网布，搭配重点部位的皮面以及胶料支撑。那不仅呢可以保有跑鞋这个活动的灵活性、透气性，那并且呢也不失包覆的效果。再来在中底的部分，我们可以看到它采用的是 Euphoric 这个轻量化的新的材质，不仅轻量，但同时呢也能够保有跑步时所需的弹性。那前后的落差比较小，和一般的慢跑鞋比起来，那更能够让跑者呢多运用前脚掌去着地。最后呢，我们看到大底部分的设计，大底部分的设计呢，它依照后跟中足和前足都有做顺应跑步轨迹的一个切割，让你在不同部位着地的时候呢，都能够保有一个灵活流畅的步伐。那 Mizuno Wave Hirogami 呢，它是适合一个不同等级的跑者，特别是要尝试这个路跑鞋，或者想要找一款训练和比赛两用鞋的跑者。